这就是啊，进前武辉雄讲的，只要动土，就有人会死的迄块土地啦。江中人讲又找师傅过来处理过啊，煞去拢化解啊。啊，你来看麦，敢真实嘞？煞去，煞去是无啊啦。啊，不过这是一种怪现，意思就是讲哦，这是一种会变动的现。阮爸爸讲过，人言怪现恶不怪。怪系毕竟系发财。讲一句听无，直接讲我听有啊无？你的意思是讲这未处理清气吧？处理清气，有在条阿在条就足厉害啊！当年找这个师傅，竟然我都甲抓腰阿在条的，无简单哦。这不是普通人做会到的呢。等等，丽萍阿姨。嘿，你阿多好，你嘛伫遮啊？哦，丽萍啊，原来你讲甲朋友约好，就是约伫遮哦。你阿啥做丽萍伫遮？哦，杜佳怡甲超强摕礼物去厝诶，讲有一零甲晴天，当作是结婚诶礼物啦。啊，迄时阵你著传简讯互我，叫我来啊。啊，婚礼拢啊未办呢，啊，这么着急要送结婚礼物了。我若感觉你好亲像啊，超过找理由要找朱丽萍啊。爸，江总裁只进一寡礼数，你莫想伤济啦。我嘛也是看土地啦。江总裁讲，伊请人土地处理好势啊，以后动土绝对无问题。爸，你感觉安怎？先莫着急动土好。我找迄个老师真牛咧，伊讲哦，这土地伊拢处理啊好势好势啊，动土绝对袂阁出现歹代志啊。朱丽萍老爸朱胜雄真有名诶风水师呢，啊伊得到伊真传，伊即摆毋是甲伊讲，暂时也无适合动土啊。哎呦，丽萍，啊，你嘛晓看风水哦？淡薄啊。会晓一丝仔尔。啊，不过我找迄个老师，老人呢，伊就讲吼，即个抓妖吼，伊拢甲赶走啊，动土是绝对无问题，放心啦。无啦，遐下底遐，阁有一区咧山底水呢，遐。哇，遐，迄块山底水有抓连根。那不是风吹过水面引起的水波纹，遐阁有蛇妖伫个啦，因只是即马无叮当，上好是莫甲因吵着。哎呀，我相信老师甲我讲的话啦，伊袂甲我害。我若感觉你一定要摕到这块土地啊，你是真正想要开发，还是你感觉这块土地有啥物特别的所在？这么好的投资目标，是安怎办开发？难当啊！啊，无你问啦，查某，我要，咱是联合开发的，哦，那真正趁钱，迄趁几落倍的。你讲这风水敢定，把咱趁大钱呢？是定咱大家趁大钱，还是定你趁钱啊？我看你是找阮大家来跟你光叫，这嘛不一定啊。不要紧啦，你若有什么怀疑，你合约啊。会当重新讨论，我是希望会当结合大家力量来投资。啊，若无动土一天，我来使怪手，有啥物灾厄，我来担。
着你。哦，你叫妈妈。妈。妈，你哪会拢无睬我？妈，妈，是柯群的事，是柯群。柯群，是柯群的声音，我不可能听不到。柯群，柯群，少侠，我家娘阿叔已经做法完成了，刷来，你要看你的表现哦。柯群。柯群，你会逃过妈妈这样吗？柯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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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不是专家登来看妈妈的，你现在没投票。不爱面对妈妈，你会当我妈妈看一下吗？妈妈，妈妈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都不会跟你抱不起来。妈，你跟真正有仇啊？就算我做遐尼多歹代志，予你伤心，我阁也阁是你的乖囝。当然，当然万是，你是妈妈怀胎十月生，是妈妈的心头妈。我不管你做过偌济好多代志。你永远都是妈的宝贝后生，可是啊，我不能离开他，我妈妈看见了。你是我的柯群，妈妈昨天是看到你，你是安怎这么你？你拢不来妈妈的房间看我，你敢拢免想妈妈？是安怎你甘心来向你发福？跟我，你还不能还他妈妈是吗？阿娟，你怎么还瞒着我？是你先放弃我，你早都对我无要无紧。不管我怎求你，你就是不肯把钱给我解决问题，你才害我愈来愈痛苦，害我的人生愈来愈无希望。是你搞我呀？可是我跟你哥哥唔买家钱给你，我是看你吃白饭，我搁加迄钱。这个家都那些年轻的人家都没有去啊。他说过你那是我都好的关心感动改掉。没痛苦暂时啊
恁来就快啊！所以你就目睭紧紧。我想折磨，看我痛苦，这叫做为我好。恁敢真正有爱我？这敢是爱？是爱吗？妈妈当然不爱你。我们就是，我们就是怀怀着你，一直搞不打杂。为什么我着你有多病还要跟你讲呢？你刚才还讲那想挂我啊，你阿爹，你一定爱相信我，可是我不相信你，你一定拢在骗我。你的心内一直只有优秀的歌，你是不是真后悔？赶快写出来，啊？歌嘛是啊，伊一直想要把我这个垫底的弟弟放杀掉。我的存在对你来讲，就是一个麻烦，一个见笑台。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哥俊，哥俊，我爱杨哥，没错，不要，快了，哥俊。我给信用卡处理平平做啦，爸。真好，继续照计划进行就好啊。哥俊，哥俊，你的妈妈，哥俊，哥俊。朱丽萍，那找家娘办呐，一定要对着孝雅，计划家娘顺利进行啊。陈长生那也找来家啊。这陈长生真正是阴魂不散，绝对袂当让伊甲朱丽萍拄着，那么一切都乌有去啊！好啦，主要是因为朱丽萍啊，一条老命真重要，因为我需要靠伊啊，甲江中明的底子几个拢给挖出来，安尼你知影？哎，你大路边小我唔惊，小心下我，唔只惊。哥俊，哥俊，哥俊，你走，妈妈要灭掉你。哥俊，哥俊，你等我，我外哥去给你。哥俊，阿妈，啊，奇怪，阿妈好像从我听到我咧该叫呢，我到底要走去叨位啊？阿妈。你再见，慢走。唔正经的，我擦心阁无擦胆，但我袂只简单放伊出，手机要怎样弹的紧张。这个朱丽萍的脚手嘛伤慢啊，那不有关。爸讲哦，这家里阿叔就跟他一个时辰的效率，今麦就剩半点钟啦。那是无赶紧完成，唔就白了工啊。